不不不，我还喜欢那错坠盘丝洞，让俺老朱也洗洗吧。我喜欢这个。你要现原形是吗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呀你这个都不是，你这还我师傅还我师傅我都没说你什么，这不集集都演这还我师傅吗？我喜欢的情节多有意思啊。哎，这样吧，啊，既然咱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西游记，是咱们挑一个共同喜欢的情节来表演表演。好啊，那咱们就演这个猴王出问世，大战红孩儿，收服青牛怪，真假美猴王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猴上去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猴上去了。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？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？孽畜还不现原形！佛祖，我是真悟空，我是我是我是。谢谢大家。不是你干嘛去？哎哎哎，没录完呢，还没录完呢。这台上有你够热闹了，不，这不表演？要我何用啊？怎么挑情节呢吗？不是你瞧瞧你那个样子，怎么了？什么挑情节？挑情节？我喜欢情节一个没挑上，我喜欢的也没挑上啊！啊，咱俩扯平了。我从北京大老远跑这跟你扯平来了是吗？那怎么着啊？不是，咱挑一个情节表演呀！啊，那我看谁演的好啊？行，那我挑一个啊。咱们挑这个头一回吧。什么呀？猴王出问世。这怎么演呀？这好演呀！啊，你演猴啊，我演石头。是。我抱着你。嗯。你把我挣脱开了，往观众心那儿蹦，空中转体三周半，躯体抱膝，马赛回旋时来大亮相。那个，其实你刚才说那动作，我完全能来得了，你明白吗？是吗？但是我怕我蹦过去，观众受伤。你们都闪开，让他蹦啊！别，所以这个咱就不演了，咱就换一个。为什么不演？这太闹腾了。哦，太闹了。安静点的。换一不闹的。不闹的。那就大圣闹天宫。你耳朵有火是怎么着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不闹的，不闹的吗？咱找一情节，找什么样的呢？找什么样的？咱找这人物多一点，人物多有对手戏，考验演技的呀。那就只能是这回了。哪回呀？途经女儿国。那咱就演这个吧。来吧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说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上跋山涉水去西天取经，但是女儿国国王对唐僧是一见钟情，唐僧是出家之人，不贪恋他的美貌与荣华。在这时候，猪八戒过来了。让俺老朱也洗洗吧，国王，你看我怎么样？行了，行，我没你像。对，什么叫没我像啊？没你演的像。不对，这没有猪八戒什么事儿，别演这个了啊！你不就演这个吗？就是女儿国这一段。演女儿国。咱演这个最精彩的哪段？提亲这段。那咱们区分一下人物吧。那我先选。你选吧。我选这个英俊的唐僧。哎、那我来这美丽的国王。行了。